也吃到很好啊。他吃到哦，他本来有那个近视眼的，他做了那个雷射啊，他的眼睛好像有很多东西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样。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讲他要半年才可以好的。他吃了这个Eye.Luv.U哦，他还没有吃完一盒，他都减少了一半，现在吃了两盒了，那个黑点都没有了。